被盗及心灵思维的来源神的游戏视频。现在呢是游戏中风行迷踪写的是还剩六天后过期，但是呢这边游戏好像之前来了个邮件告诉我活动结束，我有点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情况。不过这边既然已经发邮件了，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风行迷踪吧，正好是录一下，因为现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风行迷踪之后应该可能是好像是海灯节的，也是一个这个版本好像是类似于主要活动，所以说在这个主要活动开始之前把这个之前的活动先给它做了。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迪欧娜的生日，他是1月17号抓了萤火虫啊，这个东西你这个是抓完以后放袋子里都死掉了才变成了这个发光水吗？还是一个什么情况？来陪他过生日，用小灯草、蝴蝶、冰螺，好吧。像你的房间在哪儿呢？有点不清楚。别的东西应该就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日常登录奖励。还有个公告，好像是又有些修复，好像风行迷踪的。类似于是一些 bug 还是蛮多的，说什么角色卡入，各种卡进，然后还有什么异常脱离，天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攒到了最后才开始打，所以说我不太清楚这个风行迷踪的前几天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希望不要说是弄得特别，因为是 bug 满天飞，是影响体验吧。总之这边既然游戏已经发邮件了，就是把这个风行迷踪做一下。这是个什么原理？为什么不把我们直接送到那个 NPC 去？而且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个更新补丁嘛，这个东西打之前有一个更新补丁说是游戏好像有什么一些说什么设备告诉说是异常卡，总之说是给修复了。之前探索的时候我也是一直的感觉吧，就是这个版本好像是比之前要感觉这个游戏就突然好像玩着玩着应该是60帧然后突然掉到1帧啊，马上又恢复60帧，就是经常有这种奇怪的卡顿现象。不太清楚这个版本更补丁出来之后是有没有给更新，就是说有没有修复。是什么？我们之前玩过，为什么还要问是什么？游侠是躲的人？我觉得第一次风行迷踪还是做的蛮不错的吧，所以这次类似于是我猜进行了一些优化，让我们是再体验一下，不太清楚有什么更改。这个迷踪币还是这么可爱。规则，我猜这个就是可以不用管，玩的话应该就可以得，等于是多了一些到期的地图。这个庄园，
这好像是璃月的一个废墟，这是清错庄吗？出了一些到期的土，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哪儿。之前我记得好像还有龙脊雪山，好像还见过人被冻死过，这些东西是看过的。匹配啊，好像有个问题，玩家拒绝。風の行方を試してみないか。这个好像是网络有延时。游侠，我相当是躲的人。导游应该这个伪装是不错啊。对，这些东西这边一些技能，感应光环，这些技能有新的吗？伪装，这个好像是你要吃下那个球之后进入爆发。我记得好像有这个莫娜，他是之前好像第一次录的时候还遇见一个，我去抓莫娜，结果他在好像在青色庄那个稻田，因为是这个奔跑，所以是弄的，哇，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是莫娜那个奔跑，结果是我相当于是被卡住，什么都看不见。这个地儿能爬上去吗？不好，上面卡住了，这个有点。这地儿怎么没有躲的呀？哇！这个是谁？抓的人动不了。我猜他是在骗人的，我不信。我怎么解除这个东西？意识伪装有。他是真，我猜他是在骗人的。到底哪个是怎么取消？他是真的不能动，还是假的不能动？怎么把这个取消呢？请问这个原来不能取消吗？心跳有点快，不过会，这是我错觉吗？原来他不能动是在骗人的。原来的这边我变成香了之后是可以，就是不能取消吗？我猜他是骗人的，相当于是我去拿那个球的时候他又可以动了。
就等于是现在大家都开始玩心理战术。第一次的时候大家都是正常的玩躲猫猫，现在是都变成了心理战术。这样我有点，我下来等于是 E 是伪装，我怎么，哦，等于是我摁住了 E， 我想起来了，等于是你摁 E 的话是摁一下是变成伪装，然后你摁住的话只能解除，可以，等于是一把是600，说好像是要6000，但刚才这个地儿是哪儿呢？感觉什么都没有。我说往山顶上爬，结果爬着爬着上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什么风景秘籍。啊，这个是我看不见的一个房顶，现在给我挡住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你对地图不了解，像比如说想往去高处爬，结果费了好多体力，好不容易爬上去了，结果最后一步发现你实际上上不去，真的会很恶心。猎手的这个是持续，啊，这个感知我是比较喜欢，至少是你可以知道这些人是躲在哪里。捕获，这个是大。应该是抓一个人，显示位置，解除并标记。这个应该就是肯定会抓到一个人，但是如果说你到了结束的时候还有两个人没有抓到的话，估计这个只能就是看情况了。这个是什么？你现在是告诉所有人的位置。我觉得可以用，这应该是解除标记吗？解除伪装，我可能是使这个吧。比如说吃到这个时候，如果说还剩两个人没标的话，我可以是先用一个这个技能，跑到大概离得近的位置再使这个大招，现在是可以抓一个，然后去再抓另外一个人。奖励，这应该就没什么，接着打。这是个什么？是这边吗？楼上？刚才就在门口，我点了个什么东西，把我传走了。游玩匹配，刚才我点成什么了？这个卡的感觉，如果游戏它的好在是在放 BGM， 如果是 BGM 没有的话，或者说你给它关了，真的是好像以为是死机了似的。可以换这张图，换个可莉。可莉是红的，这个地儿有些黄的东西，可能就等于是这边是游侠的位置。他们倒还，这可能是玩多了，我这边还连地图都不熟呢，他们还有时间打字儿。哇，这边可以变什么东西？这个都太，这是他楼上吗？我可以藏到这个地儿。这是，
这个图真的是好小啊，第一次的那个图感觉上特别的大，这次完全就是没有。中间那个树感觉可以藏，站在这个树顶上。那个房顶上有两个这个盆，这是啊不，被抓到一个，那也是人变的吗？他在爬墙吗？这个人呢？我在这儿。我觉得我引诱一下他。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人跑掉了。那个人在那个树上，好吧。在那边，为什么不来这个上面呢？他是嫌爬着，累。那个房子，我想去那个房顶上，那个房顶上感觉比较不错。那边虽然说看不见，但是他如果一直，哇，这个有点，还没有过来，对，那边是地图的边界了，就。猎手的失误，好吧。500亿。哦，之前好像上一局我拿了一个那个人他假装动不了，等于是我把那个天上掉的那个球给捡了。可能是因为新的地图我不太熟悉的缘故，但刚才那个图感觉真的是好小，完全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位置可以躲。游玩，现在这个6000是上限了吗？这边显示我的人在加血，但是出来以后好像可莉的血都没有满。又是这个图，我还是躲的人。哦，这边还告诉你的伪装物是木箱，那你搞。只告诉我就是木箱跟木桶，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啊。变一个，早幼是在，变一个早幼。李卢克感觉这么高大，还有红色的，有点难躲吧，在这个绿色的树林里。这是我之前，我天，我怎么是一个那个球？这就是好像真的没有可以躲的地方啊！我猜这些房顶上都是，这准备时间也是非常的少。哦，这个就做边界了，这个怎么躲？太可怕了！哟，
我能站到一个树枝上吗？这仨人在认识。谁是抓的？早就是抓人的。我有点搞不懂。我猜可能是大部分玩家一上来都是就是直接这个他们不好躲，如果说最后这个人就是抓的人是突然一下子就是都给他们抓到，我觉得会有点难。哎，不太清楚。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边一上来直接可能头几天大家都在好好玩，这边到了最后一天我才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天吧，我又是没有第一时间玩，所以说可能一上来这个人的就是大家都开始在瞎搞，不太清楚。2分钟就掉这个东西。我这边如果被抓到了，我去往哪儿跑呢？这就真的没有地儿跑啊。他都没有屎，我不太清楚这个人是在干什么。我就在这儿藏着好了。所以说现在这次的风行迷踪是相当于是抓的人应该是猎手更占优势。真的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地儿可以躲。楼顶都是给你封死，之前是可以爬到树的最顶端，相当于是你可以站着。现在我相当于是我只能这么一直扒着，扒着的话我的体力都没法恢复。我在可能有些树吧，不是很高，你可以站到一个位置。有些的树，如果说一上来队友被抓到几个，那剩下的人真的是很难躲。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地儿，天哪，这么小的一个地儿，我现在想就是，如果一上来，比如说你被发现的人，如果说被发现的话，估计就是可能是要玩命的跑，然后不停的隐身，或者是总之尽量多生存一下时间，相当于是拖延时间。我不觉得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你够大，你相当于是可以所有人都是可以全程找一个地儿躲，我才不太可信。总之这边既然反正我猜他们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硬币现在是都已经集齐了，所以说就是没有在瞎玩，可能是刷一些。我记得好像上一次的风行迷踪，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特别难的一些开始前的位置，有些特别难的一些任务目标，我才可能是到了最后几天，我才可能有些人就是为了方便去完成那些任务目标，所以就是不是玩命的再去抓人或者是躲。我记得之前好像我在打，好像有一什么伪装状态下，之前好像就是什么要用这个诱饵去阻挡视野，之前好像还是什么，总之是这些东西。我记得是第一次的时候很难，好像当时我是没有就是特别的去努力去试它。这边我猜只要是你就是不停的玩，应该是能拿到，就等于是你还不能这么点了，它就是传送到蒙德城，然后就给我传走了。我想玩游戏必须是跟这个 NPC 对话然后进去，是吗？
这次好像还是卡了。刚想说没有卡，结果还是卡了。这回我是抓人的了。哇，这个图我记得很难抓，因为是特别的普通攻击元素战技，就等于意识抓人，左键是标识方向，好吧。有个东道主，啊，明白了。就等于是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改的倒是现在是挺平衡。第一次的时候，现在是你只是这个抓的人就是被卡住不让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你不让动可以看见这个人藏在哪儿了，这个就是有点恶心。现在相当于是你什么都看不见。可以，我是都在那边。为什么感觉还是很卡呢？这边还可以往外走吗？我抓到谁了？我都没注意到你。这么多东西。我猜房顶上可能有人。这能上去吗？这个你我觉得我既然往上爬你就不要动了嘛，我没有发现你的，结果一个灯在那儿爬墙。这个什么东西，这为什么有个灯？这个桶有点那边，阵脚大乱，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次的风行迷踪被改的有点难，这个地儿明显感觉上是变小了，还是怎么着？我觉得对躲的人，如果能边界能更加的突出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躲一些。至少你不会，我现在发现就是好像刚才那个十七九庄那张图叫，或者那个地方，我觉得之前好像你可以往更外的地方去躲，现在的话都完全躲不进去。很多人。至少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往又来了，我往边缘跑，很有可能是直接就真的是往边缘会直接被卡住。如果说你能很方便的标识啊，说啊这个就是边缘，那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地儿估计还是拿一个早右。估计还是要变路灯，能变个路灯。但是我觉得可能好一上来好躲的还是这个蝴蝶能踩。
像是我的世界。这都是我的精碟，你们不要碰。怎么这么多？这些精碟在这儿应该会有的吗？会。完，这个地儿我都不知道怎么上去。这个客厅就直接坐这儿了，这么厉害。这怎么？为什么我看不见那个人？哦，他过来了，也没有地儿躲了。我应该是，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弄队友呢。我不太清楚，我使了隐身之后，我人物的隐身没了。我刚才我应该是使完隐身之后，我应该是什么都不管，我全力的往另外一边跑。我跑了一半，发现我的隐身没了，所以我还要再重新的变。等于是下次使的话，应该是直接就是朝着远离那个猎手的方向跑。那个人他倒是就是抓人，他相当于是在没有是按照就是一个顺序在抓，刚才是想抓到一半跑回来了。这个倒是相当于是更聪明的那种做法吧。有些人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围着开始，比如说逆时针绕圈，那我就相当于是可以跟着他，也是一直在绕圈就行。这边我有点好奇，这个地方怎么上去呢？刚才我用早就爬不上去。这个确实很难躲。我刚才那个地方其实躲得也不好，因为是边缘是没有，是上不去。这怎么上去呢？这地儿可以爬上来吗？所以只能是高个子人可以从这个地儿爬，还有其他地儿可以爬吗？这个地儿好像可以爬上去，但是太难爬了，我不太清楚。我之前就记得，这个地儿是很好爬，但是太难爬了。我觉得下次可能就是变一个灯，然后在这儿变一个灯，在这儿相当于是去看这个人在哪儿。如果他上了房，估计我再从楼房下躲下去，可能会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被抓到，好像这个分儿就少。估计还要再打很长时间，这边的分数要打6000分，现在连3000一半都不到。又是我的世界，我是一批，好吧？
这次估计是尝试一下之前的这个那个想法，就相当于是我去房顶上，我尽量在这个房顶相当于是另外的一边。这地儿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就是除了那个地儿哪里可以上。所有人都往上爬，好吧，都爬上来了。这个金蝶是我的，你们不要动。我觉得这个地儿太小了，不能在一个地儿待着。等于是我摁完左键之后，应该是会摁左键之后的。天呐，这个地儿怎么哎？什么地儿？这是怎么看见我的？我有点搞不懂，它在哪儿？我怎么灭了？哦，白天了，就等于是温迪在往上爬，我猜。在往上爬吗？在往上爬。我下去了。等于是，如果是温迪只能从这个地儿上房的话，那我就可以一直在这儿藏着。我估计可能还要不停的移动，因为如果我觉得那个感知人方向那个技能还是蛮厉害的。我们取消。禁锢40秒，这个也太狠了。请加油，请加油！如果你能拖40秒，我隐身有用吗？他没有看见我，变个灯，对。见我了，没有上来，好像是刚才使了那个感知方向的人，我估计我就要在房顶上不停移动，迷惑他。那边来，这个房顶的这个策略还是蛮给力的。其实一上来还是蛮危险的，因为这个猎人他是跑到房顶上来了，但是因为是有2个人躲在房顶，所以他抓完一个人之后就没有多想，相当于是就直接下去了，还是蛮刺激的。感觉这次的风行迷踪相当于是
没有第一次要休闲了。怎么感觉这个，尤其打到最后剩我一个人的时候，紧张的感觉比打螺旋还要刺激。哇，这个有点，我都没打过这个图，直接让我去抓人。我觉得只凯亚吧，他的被动技能会生效吗？有点储藏袋酒桶矮凳，这是板凳吗？这些就是会钻地的人，应该是这次风筝迷踪专门有提示他们不能钻地了，等于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平衡性调整。之前呢，真的我就是遇见特别流氓的人，他就是不停的钻地，因为他在那个草高的地方我都看不见的，如果是没有草是可以抓，但是有草的话他随便一躲就看不见人了。人是可以变四个酒桶，酒桶是这个东西，储藏袋是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清楚。我觉得这为什么可以看透，这是哪儿？这是离岛，好吧，离岛中间我记得有棵树。这个地方感觉有点难啊，太多的房顶了，如果说随便房顶上躲个人有点，比如说这个树顶上，都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树顶就有人呢。这就没了？这怎么？刚才告诉我那边有人，但是是什么？什么？你妈的呢？为什么告诉我这边有三个人？啊？我一下抓了几个？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地儿很难，因为都是房子，不太好躲。但是那些人怎么好像抱堆儿？而且更让我疑惑的是，我都不太清楚这个我要找什么东西，因为刚才我好像感觉有一个人好像在跟 NPC 重合了，还是个什么东西？